真的没有吃到，我刚绑这个头发，然后我又再重绑一次，然后它就断了，它又断掉了，是要怎样打的？可是打的绑不好看。今天好气质，应该是衣服的关系。我每次穿这套都很有气质，然后绑那个公主头都很有气质。可是我现在绑不成了，因为没有辫子，就没有橡皮筋可以让我绑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我这样绑，如果绑双马尾的话，应该会很可爱。我又创造了一个新发型，然后绑出来，那可爱。灵敏 B，Hello，你好，我的头发，，Hello，你知道我今天有带大明星。嗨，你为什么会有时间来看我直播？嗨，今天这样很漂亮，谢谢。所以只有今天很漂亮，其他天都不漂亮。好看，谢谢。谐星零零 good night，Hello，晚上好。我刚刚本来不是用这个大的绑，我刚刚是用这个，可是它断掉了，所以我要重绑，然后用我。这个大的辫子，可是这样绑就没有跟之前那样好看，就很大坨的感觉。今天特别漂亮，应该是绑这个头发。我觉得我以后的公式发型可以绑这个，然后把这夹掉，就是很有气质，很符合玲玲气质。自己讲，常常断掉。对啊，我太粗鲁了，玲玲很粗鲁。
对橡皮筋温柔一些，他们怕痛，所以我要对温柔，对他们温柔。哦，我今天有带我妈做的爱心晚餐，还有我的清新的绿茶加珍珠。OK， 好，对焦不到，没关系，就是绿茶加珍珠。我今天终于收到通知了。所以你一直都有下载，然后今天终于收到通知，你可以开通知啊，你可以问我的粉丝，就是粉丝会跟你说要怎么开我直播的通知，然后你有空就可以来看我直播，就不会孤单了，然后就有你的陪伴，就很开心，然后你可以送礼物给我，然后我今天还有带，打了，对对什么啦？你那知道吗？我今天很扯，就是我要买芭乐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那种做爱心的那种推着轮椅的那种阿姨，然后她就穿着他们那种背心，然后就卖很多东西嘛，就是卖卫生纸湿巾，然后还有口香糖，然后就买口香糖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一包100块，没有我不知道100块，我就直接买了，然后我以为她会找钱给我，结果她就说。哦，这100块哦，然后说 OK 好，说做爱心，说好，那就做爱心，我就直接把100块拿走，然后就是给他，就一包口香糖100块。啊，那个林轩宇，你找到你的那个了吗？学生证了吗？你一直找不到，我就没办法出去玩。谢谢朱莉安送的向日葵，100块好贵，就做爱心啊。我觉得不是贵不贵的问题，就是做爱心。还没哦，你很烦。不然如果你再找不到，我们就直接去那种不用学生证的，那个儿童乐园，领领善良。谢谢，不要提起我的伤心事。你可以去办啊，你可以去办。而且我的才刚找到，你可以去。你知道我上次我的学生证找不到，是在我的床头找的。你把你家的床翻出来找，衣柜什么都翻来找，你一定找得到啦。哦，这是看得很碍眼，这涂一块，超讨厌的。林轩宇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直播到那个几点？我今天要直播到9点。你要跟到我9点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，你们可以陪我吃晚餐。先吃饭，这我妈刚好有煮。你知道我刚刚量的体重？我刚刚量的体重37，然后我吓到，我明明就有吃哎、欸，可是为什么？而且我今天吃很多哎、欸，我今天吃4餐还5餐哎、欸，超多。今天终于吃饭了，没有是因为我妈有煮。瘦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最胖胖到39而已，顶多40，就是最胖就39。我想重绑一下我的头发。怎么不到40的成员这么多？感觉玲玲身高的话，体重40比较正常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我好像又长高哎、欸。就好像长高了，可是没有变胖，就不喜欢啊！我想要变胖，我觉得很怪，我到底是得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为什么会吃不胖？就是为什么？
还在长高期吗？我还可以长啊，我现在才我现在才15岁，要16而已，还有时间长啊。你可以好好吃饭吗？我要绑头发，我要……你还在哦，你还在，你还在，我要绑头发，我要绑完头发再吃。你怎么还在啊？而且你的名字是绿色的，欸，跟别人不一样。为什么你的名字是绿色的？奇怪，为什么你的名字是绿色的？告诉我一下好不好，为什么你名字绿色？谢谢，谢谢七月冬送的新吃罐。你知道我绑头发都要绑很久，而且绑久归久，就是都绑不好。林轩宇，如果你在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叫你帮我绑头发。我在跟我朋友聊天，绿色是有追踪的哦，啊，你们都没有追踪我，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下次直播吗？你可以去我的 FB 找，就是你打00，不然我再给你，我再截图给你看我的 FB 的官网，然后给你看，然后你就可以来看我说，那个好像官网有显示，不然你可以问我的粉丝，就是我什么时候直播，因为我也忘记我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，我也要再看一下。因为我也忘记了。绑好啊，讨厌欸。玲玲是不是常叫别人帮我绑头发，自己都不会绑？我自己会绑，可是自己绑的不好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绑不好的原因，是因我绑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太粗了，这个太粗了，我没办法绑那么小。我原本用这个绑，可是它断掉了，所以我不得已只能用这个绑，很痛苦欸。
换一个，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一个，对，所以我只能这样，没办法啊，电话线，对啊，我只能用电话线吧。你们知道祈祷我绑成功，不然就是我找到另外一个线。没有啊，就是这个橡皮筋的名字叫电话线。我要绑头发啦。谢谢，我的救星橡皮筋。可是橡皮筋会吃头发，你头发没有一次绑就好过，一定没有啊！我的笨手笨脚的，你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是吧？你们，一次绑好了，我就说吧，就是这个我的问题。辛苦了。唉，哦，我夹不好。你这法师是握手会的？哦，对啊，我看到一排屋呀，你头发要多久？快好了，剩夹子了，好了。好的。谢谢您送的，谢谢保护队送的解药手补。这个角度。整理好了，大家久等了。
感觉我截到一张可以发 IG 的图。真的吗？那你发给我看。突然开始默默吃晚餐了。轩瑜小姐，你还在吗？看一下。芭乐真香，咋还在这？我还没有吃。保护队，哎，这张好特别哦。玲玲晚上看起来很好吃，就皮蛋还有鱼还有花椰菜，然后豆干、花生，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蛤蜊吗还是什么的，忘记了。是不是有自拍的感觉？有一点哎、欸。那是蛤蟆，蛤蟆吗？可是那个蛤蜊是咸的，而且是小的，就是配，就是下酒菜吗？好健康，难怪不会胖，是这个原因吗？不是吧？谢谢吉米中送的蓝色的元宝，那叫咸吗？我这样吃定不会胖吗？会吗？我觉得有胖到哎、欸。玲玲应该多吃一点肉，有啊，有鱼肉啊，有鱼肉，嗯，今天是鱼肉，我没有说我胖啊。啊、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什么东西，我没有说我胖、啊，我不吃三层肉，我不吃太肥的肉。我也觉得是不易胖体质、欸，因为我妈，我们家没有胖的、欸，我们家没有胖的基因、欸，就是我妈她156，她体重才40不到45，我妈体重不到45哎、欸，然后我弟也很瘦，我爸也是瘦的、啊，我阿公那边因为我阿公的基因是瘦的啊，就我们家没有胖的、啊，都瘦的。玲玲应该是不吃炸的食物。不太常吃炸的，我不太常吃炸的，没错。卤的吗？卤的不会胖吧？难怪皮肤这么好，我觉得皮肤这么好有半是因为基因。对，我这边一条好烦哦，不喜欢。可能是因为我常吃芭乐吧，芭乐有帮助消化。
因为我是习惯在饭前吃，饭后吃水果，然后我每次吃完水果就很想上厕所，就是我是那种一吃完就会想上厕所，消化比较快吗？还是？妈妈，我妈妈那边的，因为我妈妈那边的基因全部都是优良的。玲玲喜欢吃酪梨吗？喜欢。可是酪梨它的油脂很高。但是没有吸收到吧？可是我吸收的比较少吧。胖瘦跟基因有关系，会遗传到体质。谢谢北原神推送的心之冠。保护队，已经好安静了。哎，你知道我刚刚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让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新闻，好不好？你们想听吗？哦，这碗是玻璃的，哎，超容易碎。很安静吗？很安静啊，超安静的，保护队超安静。新闻，对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新闻，就是，那个新闻一样是关于动物的新闻，然后那个动物的种类是鲸鱼，然后因为鲸鱼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，然后鲸鱼它不怕人。他会去救人，而且跟人的感情很好。就可能你去游，就是那种水上游乐园，看到什么鲸鱼喂食，都是鲸鱼，就是都是小，哎，不是鲸鱼，是海豚，海豚讲错了，是海豚，海豚啦，海豚，海豚，我讲错了，是海豚，海豚，海豚，这是可爱的海豚，海豚，海豚。海豚，海豚是海豚，对，就是海豚。啊，我真的是很扯，海豚，海豚 ，OK， 海豚，懂吗？海豚，啊，好啦，我重新讲好不好？就是我最近在新闻看到一个，就是那个新闻是说海豚，然后因为海豚它跟人很亲近。然后他不怕人，然后也可以跟人类玩啊，救人什么的。对。然后你们可能去什么水族馆啊，看到什么秀啊，什么都是海豚，就是玩什么球，很可爱。然后，而且因为他们很好教养，然后很听话，然后又很聪明，不是很聪明，海豚很聪明。然后呢，我就在讲了嘛，我就在讲了，你们不要急。海豚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就是，它智商很高，海豚它的智商好很高，然后不亚于人类哦。海豚的智商不是智商，海豚的大脑运作还有它的智商不亚于人类。啊？什么突破盲点？我不是说鲸鱼，我说海豚，海豚不是鲸鱼，海豚。他的智商不亚于人类哦，然后人类就做，那个实验，他们就对海豚做了一个实验，可是那个实验是有你高吗？搞不好都有，搞不好他也比我聪明。然后那个实验是在好几年前吧，我忘记，反正就是很久年前，我还没出生，那时候好像还是黑白的画面吧，还是怎样，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好几十年前，我还没出生的时候。然后他们就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教海豚如何说话。海豚会说话，可是海豚不是用嘴巴，海豚是用它上面的气孔说话，你们知道吗？海豚是用它那个气孔说话。你们知道海豚不是会喷那个，是海豚会喷水吗？反正就是
用气孔说话，发声。然后他的那个海豚的名字叫，不是黑白，不是黑白，我忘记了，不是黑白，再找再找。然后用气孔发声。然后他的英文名字，那只海豚的那只实验的海豚叫 Peter，P-E-T-T-E-R， 那个 Peter。然后那个女实验员，然后那个 Peter 是男实验员，然后那个那个不是那个 Peter 是那个海豚受那个实验的海豚，然后那个实验员是他的一个女生，她的名字叫 Margaret， 马格瑞马，我忘记她名字了，什么 Margaret， 反正她英文名叫 Margaret， 然后马德什么的，怎么跟我英文字一样？反正叫 Margaret， 然后那个 Margaret 就教那个 Peter 那只海豚如何用气孔法，这可以算新闻吗？嗯，应该不是新闻。玛格丽特，对对对，玛格丽特，那个不算新闻，那应该是算一个记录，一个 YouTuber 的纪录片，讲述这段故事，然后被翻成新闻，就是 ET Today 嘛，还是什么的，什么越描越偏，我哪有越描越偏，怎么听的啊？然后反正就是他教他用什么如何用气孔发声，然后讲话，然后就是有教他 A B C 啊，然后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，然后有时候那个海豚可爱嘛，然后那个玛格丽特，然后就会说 work work work， 就是工作，就是叫他学习或是工作，然后那个 Peter 就很想玩，就会说 play play play， 就是很聪明，就教他说他话，可是。之后，你们知道之后，他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。可是之后就出现了一点奇怪的反应，就是海豚他会在那个，但是海豚会在那个实验员不在的时候暴怒，然后会在实验员打电话的时候生气，因为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实验，他们那两个人要24小时就是都在一起，干嘛？然后之后那个。然后那个海豚好像之后就直接爱上那个女实验员，就是真的。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海洋公司就是觉得说，对对对，爱上饲料人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实验蛮不人道的，我觉得对海豚来说很不公平。然后没办法，因为爱上，所以就只好暂停，就硬把 Peter 跟 Margaret 分开，就把那个分开。可是你知道人类是可以有这抗压性的，可是你知道那个海豚，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，是吗？最近很红的故事啊。然后那个海豚就是真的没办法，没有。对啊，这我等一下再讲，就是没有那个，因为没有那个 Margaret， 然后就很难过啊，然后不吃不喝，然后之后就是直接不上来水面呼吸，然后就直接死，然后就很不人道哎。超不人道的，是好几年前的故事了。然后，因为听说好像，海豚的进化就是，人类好的，我们是从海洋生物演变过来的。很多实验都需要动物的牺牲。虽然说我觉得动物很伟大，我又再次的宣扬爱动物了。我就觉得海豚很聪明，然后它竟然海豚会竟然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真的是有点吓到哎。所以这个重点是什么？那个实验的重点就是让海豚讲话，然后看看海豚可不可以跟人类一样思考。所以你想养一只海豚吗？不想啊。可是很可爱耶，而且很聪明。Work work work， 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海豚的智力应该跟4-5岁的人类小孩差不多。
没有，因为听说好像海豚可以意识到镜中的自己是自己，就是一般动物可能在看到镜中的自己不知道那是自己，可是海豚知道镜中的那个人是自己。你知道什么游戏？扮家家酒吗？什么？我们是海豚，玲玲是。那比猫还聪明？猫不聪明吧？我觉得我如果要说最像什么动物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像那个。我觉得我蛮像海豚的、啊。我说个性啊，可爱的时候。海底最聪明的不是章鱼吗？那是海底。章鱼很聪明吗？我好像有听章鱼很聪明吗？章鱼不笨啊，可是它的没有笔，因为章鱼不会说话，它没有气孔可以发声。我等一下再重绑一次，我快气死了。海豹吗？为什么会像海豹？章鱼不是鱼啦，不是哎、欸，那章鱼要怎么猜足球？我觉得章鱼会猜足球，应该是因为跟这跟那个智商没有关系吧？啊、哦！为什么绑不好？玲玲，知道要演戏担当吗？然后我演什么？为什么我夹子夹不好？那要我演什么？演爱上人类的海豚，演爱上人类的海豚呢、啊？爱上人类海豚要怎么演啊？这是拟人法。
下骂脏话。怎么办？没有，我现在是绑头发，所以你们就要看我绑头发，因为我夹子夹不好啊，难过哎。我今天走，气质为多那风。好，刘海卡杂就好了，好调皮的头发。可以了。可以演气质主播念留言吗？气质主播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气质主播念留言。维朵，那是谁拿玲玲的照片给大家看？什么叫玲玲今天都做些什么？想要有气质的答案，什么意思？温柔的邻家妹妹。叫你剪齐刘海就不听，整天直播用头发。我剪齐刘海很丑，我剪齐刘海很丑，你想看是不是很丑、欸？有气质的答案，逛街、书店、看看海、思考人生。我想上厕所、欸，要以气质的风格回答，有气质的回答。我现在想上厕所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气质的答案。玲玲仰卧起坐第七名，谢谢。去，好，去厕所。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去厕所，去厕所。
现在在干嘛？哈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手布，好快！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怕关播，我的晚餐还没吃完，还有芭乐等着我哎，好好笑！林轩宇，你在笑什么？你今天是不是跟了我一整天？好好笑，笑什么？我只想上厕所，不行吗？你有洗手吗？我有洗手，刚刚我也没有惨叫，是吗？大家爱上的不是我，大家爱上的是后面这些东西。剪齐刘海明就很美，硬要说丑。我不是说齐刘海很丑，我说我剪齐刘海很丑。齐刘海不丑，是我剪齐刘海很丑。土包子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椅子不念留言吗？你可以教他念留言啊，你可以把他当成海豚，他就会爱上你。椅子整个大起来。他只会 play play play，我快昏倒。什么东西啊？粉丝们无幽默哎、所以保特瓶要演被子，爱上人类吗？明天有关账，明天有那个生日会的关账直播要来看哦。我们生日会的关账直播要抽那个位置，明天要来看哦。我用 AI 人工智慧帮你模拟过了，就很好看啊，真假的？那你传给我看啊，你传给我看啊，你传给我让我看啊，你又没有传给我让我看，你要。传给我，然后 tag 我，让我看到我长怎样，OK？林说要看就看，对啊，不让我看。到底在激动什么？林轩宇，你到底在凶什么？你到底在凶什么？哎，你今天有去哪里玩吗？你们今天有去哪里玩吗？我今天真的就是等直播天呢，就是早上一整就待在家，然后睡很晚，然后一下子就下午5点了，然后就开始要准备来公司。我明天要去台南，你要去台南干嘛？我没有出门吃火锅啊。林轩宇，你的那个照片是我帮你拍的哎、你的照片是我帮你拍的，我要截图。爱宝。明天晚上7点半，玲玲直播生日会抽座位哦，要来看我。我跟那个谁啊？我跟一真前辈吗？我想换一张也不行，你就是不能换，
你就是要用爆那一张，毕竟你下载这是来看我直播的。玲玲第一次抽抽会紧张吗？蛮紧张，蛮期待的。这高度差什么？你不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。阿哲，换同一天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就很紧张，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，好吗？绿茶加珍珠，玉林前辈的爱。微糖去冰啦，约250卡啦，哼，250卡大卡啊。玲玲通常都怎么舒压紧张感？我都不舒压的，因为我很特别，我是一个越紧张表现越好的人。对，我真的是一个越容易越紧张表现越不好哎、欸，因为不是越紧张。讲错了，越紧张表现得越好。你知道上次，我们学校表演，然后我超级紧张，我整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超级紧张，然后半夜还起来。你知道表演当天我表现得，大家都说我表现得很好，所以我就觉得紧张不是坏事，所以我就是享受紧张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不会把它舒压掉，是我享受紧张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很舒服。对，林轩宇，你为什么一直来回来回来回？压力带来的动力，应该是吧？算了，不换了，蛮行，随便你啊。没有，是我自己买的。谢谢保护再送的剪刀手布。我今天要玩剪刀手布，好开心哦！下个月玲玲活动好多，有吗？下个月有吗？你说猜拳吗？还有生日？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，我等下看一下我赢几场。我现在在猜拳，然后现在都是负。欸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滑过去看到底是谁送我剪刀石头布，然后每个都是保护队，我爱爆保护队。看一下赢几场，好，我剩几场啊？胜率算是挺低的。你说我吗？还是其他人？我吗？对啊。很难过哎、欸，我明就是，20，你们看我吃饭会不会想吃啊？林轩宇，你们会
你们吃晚餐了吗？你们吃晚餐了吗？干嘛？哎，吃晚餐了吗？我已经吃饱了，OK，有吃就好。吃了吗？有吃就好。干嘛？好凶啊！吃了，我吃烤鸭，吃那么好。那你们都吃了吗？就我还没吃，好饱。你们今天看到了，跟私底下跟朋友，是玲玲辛苦要边直播边吃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知道今天让你们看到的是私底下跟朋友怎么相处的，因为我今天朋友来看我直播，然后我就这样隔空跟他讲话，玲玲你喜欢海豚，我头贴有海豚照片要看吗？海豚吗？那是海豚吗？它怎么长那样啊？好，有点诡异耶。跟朋友要好一点，不要一直骂来骂去的。我们没有骂来骂去，我们就叫相处融洽。他喜欢狮子，朋友懂我，朋友懂我，他了解我，因为粉丝也知道我喜欢狮子啊，然后懂我。你直接叫他本名，你应该叫他化名之类的。想一想，你说林轩吗？林轩，他的化名叫林轩。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我们在学校班点认识。所以都是加你的账号啊！我还以为是独角兽，没有啊，独角兽跟狮子我都喜欢。啊、哦，这个玻璃的碗好吵、哦，我要吃，然后就会抠抠抠。要不要取一个名字？维朵娜那样子？哦，你说维朵娜吗？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叫艾米丽，然后就是她叫艾米丽，然后我叫维朵娜。这我应该有讲过吧？好饱，你知道我在吃这一餐前还吃了一碗泡面。你这样吃蛮多的哎，可是我没有完全吃完，我有留几口。哎，那我今天早餐吃了巧克力吐司，然后
然后吃完还吃了牛肉面、牛肉汤面，可是我没有吃完，因为太饱了。因为我今天比较晚起，所以我11点多才吃早餐，可是我12点又接着吃那个牛肉汤面，然后吃完又吃了一个泡面，然后又吃了这餐。我今天总共吃了4餐。原来零食量很大，没有少量多餐，我没有食量很大，我是少量多餐。对，我就一下就饿了那一种。打喷嚏呀、我没有带到卫生纸。一定是有人在想我。好，玲玲可以尝试饿的时候吃饭团或是一些碳水化合物。他每一餐都吃一点点，然后过几分钟又嘴馋。哎，你很懂哎，你为什么那么懂啊？你是，我有跟你出去吃过饭吗？很少哎，为什么你知道？我朋友说。我每一餐都吃一点点，然后过没几分钟又嘴馋，打喷嚏还蛮有气质的，谢谢。他不就是你同学吗？对他是我同学啊，超懂我的。我们也才。认识不到好几年，他就知道我很厉害 就有些朋友没有观察那么细心就不知道。只要观察玲玲2天，玲玲打喷嚏这么小声，他是玲玲的神童啊，不是啊，我朋友啊。所以我是一个很好被观察的人咯，因为好像很多人在观察我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观察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连就是他们很了解我，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。谢谢保护队送的几样手布 你说我朋友觉得 TP 谁最可爱吗？他应该没有在关注。玲玲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对象，什么东西？真的吗？我是一个值得观察的对象吗？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很好奇，没有吧？人家就吓死我朋友，他现在就不来看我直播。谢谢老布带送的剪刀石头布。快吃完了，可以啊，我可以把粉丝当成朋友。谢谢叶晨送的向日葵，哎，这个向日葵不是那个吗？什么僵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向日葵吗？没有玩过那个吗？一个手游，然后叫它的名字叫
植物大战向日葵，然后那个向日葵里面是跟那个植物大战向日葵是一样的向日葵。您居然玩过，我玩手游的时间是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，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很喜欢玩那种双人，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玩那个双人游戏，就是自己盖房子啊，然后种田啊，然后得到稻草啊这种。然后就盖成一个庄园的那种游戏。那时候好像很红什么，忘记了。还有那种咖啡厅的那种女仆游戏，我很喜欢玩那种很少女的游戏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我也喜欢经营东西。摩尔庄园，摩尔庄园，我好像有玩过，又好像没有玩过。哎，我朋友回来嘞。念念不忘我哎，哦，真的有把我当朋友哎。旅行青蛙我有玩过啊，可是我觉得那没有很好玩呀、我只知道大家都在玩传说对决，可是我都不玩那种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打打杀杀。那要再问一次刚刚的问题吗？可是我朋友喜欢。哎，轩宇。baby 生日 baby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。然后吃完了，睡最后一个高丽菜，怎样？我粉丝问你，你最喜欢我们的成员哪一个？他问你那个啦，你最喜欢我们成员哪一个？好凶啊！他都这样，他都这样子欺负我。欸，你知道之前我们就是，你知道之前我们在就是当朋友的时候啊，他都会就是把我当他妹妹看。可能那天天气很冷，然后那天天气很冷嘛，然后我没有穿外套，然后我穿的短袖，然后我就说好冷哦，他就我朋友就骂我说。我朋友就会说你都不戴外套，人家会感冒哎。然后有一次我好像一直咳嗽，他说你怎么不去看医生呐、台北那么多医院不去看医生，他是那种会关心我，可是就是用那种凶凶的那种，不知道他就这样，他比我对他妹还凶哎，没有哦，佳安啦，佳安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逛街。因为我那时候和我朋友去逛街，然后刚好晚上的时候就去吃尾牙，然后因为我跟那个安安有约一起过去尾牙的场地，然后他又看到安安，他就很喜欢佳安，安安啦，应该不是说他喜欢安安，应该是说他就只看过安安本人。
知道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我会开始喜欢吃甘草芭乐是因为它，就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间，就有一个阿嬷，一个阿姨，她就开了一个推车的那种芭乐，然后我们放学的时候我们就去买芭乐，然后我是因为她开始去吃芭乐，可是我不是买我们学校那间，我是买我家附近巷子的那间。我很久没吃了，我知道，我上次看到你，我去买，然后你就没有买。就是我们会特别约，就是可能我们放学，他说甘草芭乐，我说好啊。谢谢朱莉安送的向日葵。不是，是也因为我们会去夜市嘛，然后我们就买那个夜市的芭乐，然后我朋友说，这件芭乐超难吃的，我下次带你去吃我们学校附近那边，然后我去吃了，我说这太好吃了吧！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。哎，现在剩15分钟吗？茄子向冷莹招手了，茄子。你们要演什么芭乐戏吗？我看我演出来演不出。15分钟，今天好快。对啊，今天超快，可能是因为我今天都在绑头发。要代言芭乐广告吗？零零牌子的芭乐甜到你心里。如何跟路人销售一块要100块的芭乐？这个芭乐是传说中，甜美系偶像零零喜欢的水果之一。刚刚他咬了一口这个芭乐，然后还残留玲玲甜美的口水跟这个美味的芭乐混合在一起的美味，真是无人能敌，真是没有人可以买得到的，就只有这一块，100块，谁要？还被咬一口的哦，吃了天使会向我招手吗？你们要吗？我问你们，哎，下次为什么什么活动，然后我就逮了我芭乐，然后每个粉丝经过我就喂他一颗芭乐。很夸张哎，赶快吃啦！我怕我受不了了，他受不了了。他下次看到我要说零零零零，他受不了了，我怕受不了。哎，我要找我那个凉凉药。哎，这吸起来很舒服哎。
我平常不会这样子吧？可是我在直播的样子就跟我私底下的样子没有差很多，所以我朋友应该不会特别不习惯，是吧？林轩宇，我私底下跟我直播的时候差不多，是哪个怪怪的粉丝说要演这个？没有没有，是我自己刚好咬了一口。Hello，婷丽。为什么婷丽会来？Hello，婷丽，阿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婷丽。你播到几点？9点啊，剩10分钟。你要直播吗？你将加薪那100元就合理了，反应算快，给过，谢谢。我没有直播，我特来看你直播的，真的吗？爱你。我正在吃芭乐，真假？我也在吃芭乐哎，阿丽，我们谢谢婷丽送的 kiss 啾啾，哎，我们心灵相通，我也在吃芭乐哎，阿丽爱你。哈哈哈，笑死阿里爱吃直播，对啊，怎么那么好？你是因为你刚好在吃芭乐，然后刚好就想到玲玲，然后就看我有没有直播，然后就刚好在直播。你是因为吃芭乐才想到我的，谢谢土包子送的 kiss 啾啾。我现在吃芭乐吃到有点饱，你知道吗？你真聪明，宝宝。阿丽姐姐，阿丽姐姐，阿丽姐姐称赞我是聪明的宝宝。保护盾，小心！你说阿丽吃过的芭乐1000块收，然后我吃过芭乐1000块，你不要。保护盾，Hello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林生气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100块你不收，你真的很奇怪耶！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是叫她姐姐，叫婷玲，我是她姐姐，叫婷玲，婷玲是什么？怕爆！你现在才了解保护队吗？我不了解，林婷玲，林婷玲，林婷玲怎样？好听，林婷玲，我们就是林婷玲组合。林的芭乐说有洁癖，然后婷丽的芭乐只有1000收，不行哦。不是捅鼻孔，我没有捅鼻孔，我在吸这个。谢谢保护在上的奖手部，哦，真的好香哦！我要来猜拳，我多送猜拳玲玲大人的，谢谢保护队送的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保护队，我勉强可以。你是鼻子过敏吗？对啊，我鼻子最近过敏很严重哎。在吸什么？就是这个凉凉的药啊，然后它有两头，它有两头，然后一头是强的，就是你吸了会凉凉的，然后另外一头是就是凉凉的那个薄荷油，可以擦头的。谢谢婷丽送的掌声鼓励和玫瑰，跟我一样会鼻子过敏。
建议用这个，我没有要打广告，我只是觉得很好用。我下次可以买一个给你，就你过敏的时候可以用。吸眉粉，谁吸眉粉？谢谢宝特瓶送的星之冠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维多纳宝特瓶之前的名字叫布丁粉旅馆。我记得没有错吧？旅馆是吧？你下次可以吸猫看看，吸猫。可是猫身上不是有很多跳蚤吗？哎，一层。一层一层，剩六分钟，我要榜单，哈哈哈，开玩笑的。芭乐有什么成分让玲玲过敏？没有啊，芭乐没有成分让我过敏，我是那个棉絮过敏。他一直偷改去看子萱的台。哎，猫毛，让人痒痒的。你有养过猫吗？我没有养过猫哎，可是我觉得猫很可爱。过敏体质的关系吧。哎，林轩宇，你都突然蹦出来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还在还是不在。哦，你没有养过猫，你有没有养过狗？我好想要狗狗。我喜欢猫咪，我想要养猫咪。我一直都在啊，怎么知道你啊？哎，我要结束了，再五分钟，我要念榜。林可以去卢卡家跟他猫玩，他家猫很瘦。第十四名，我要念榜了。第十四名阿丽，谢谢阿丽。第十三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十二名是切尔东，谢谢切尔东。第十一名是土包子，谢谢土包子。第十名是小杰，谢谢小杰。第九名是。哎，我不会比九哎，九不是这样比，可是我比不出来，我比不出来九哎，我第九名是北人神推，谢谢北人神推，谢谢宝宝辛苦了，不会你也辛苦了，谢谢玲玲，谢谢洛瑞笑，第八名是宝特瓶，谢谢宝特瓶，第七名是南海铁电铁，谢谢南海电铁，第五。六名是洛瑞笑，谢谢洛瑞笑。第五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第四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冷知识玲玲比不出九。对，我今天被你们发现我的秘密，就是我比不出九，我不会比九。第三名是我不知道。玲玲今天直播也辛苦了，谢谢保护队。第四名是谁呢？我们在等待第四名的出现。第三名是水锤，谢谢水锤。第二名是逸晨，谢谢逸晨。第一名是保护队，谢谢保护队。你们有人跟我一样不会比九吗？就是比不出来哎，比不出来。谢谢玲玲，不会。早点休息哦，晚安，祝大家有个好梦。扫第四名，第四名是朱里恩，朱里恩，朱里恩，朱里恩在哪里？谢谢朱里恩，你是第四名。阿丽拜拜，婷丽拜拜，阿丽拜拜，爱你，婷丽拜拜。今天辛苦了，这样你怎么猜出九？我不知道。这四名不是我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没有念到第四名啊，你不是第五名啊，还第三名哦，忘记了。婷丽拜拜，婷丽跟大家说拜拜，阿姨拜拜。是九，这是四，九本来就很难比啊，对啊，九不是每个人都能比出来的，我真的觉得有些人很厉害，可以比出九，就这样。我想吃地瓜球，要结束了你才跟我说你想吃地瓜球，
可以下次去买啊，下次去夜市，去我们的老地方。婷丽拜拜，玲玲拜拜，玲玲的朋友拜拜，拜拜。两只手比啊，哦九，我右手比九比左手好看。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啊？保护队，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我是右撇子。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林轩宇拜拜，保护队拜拜，变成新鲜柠檬拜拜，我是左撇子，林轩宇拜拜，小杰拜拜，落日笑拜拜，尼哥拜拜，Akira 拜拜，玲玲好好休息咯，好。回家注意安全。轩宇，他不叫轩宇，他叫轩宇，鱼，赶快回家洗洗睡。啊，你也是，赶快休息。啊，你明天不是要去台南吗？你赶快回家休息。明天直播，哦，明天要来看我的生日会抽座位的直播。拜拜。大家拜拜，轩宇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哎，我这边有一颗痣，拜拜，有的痣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